你说我们晚上要教英语啊，摄影师哦，就录影那个摄影机 number four。哦，nice to meet you， 谢谢，谢谢，一路平安呢、哦，谢谢，感谢大家。哇，这次呢，汤立夏老师啊、哦，这个。总共9天8夜、到厦门，到晋江，还有呢，到呢，马祖呢的故居，就是我们的莆田，来拜马祖，那真的收获满满，谢谢啦，哇，这个感谢，我们呢十月复华又在这个丢红包啦，帮汤小老师加持，谢谢啦。哇，有丢红包对不对？有撒红包啊，人会特别多。红包英文怎么讲 ？Red envelope， Red envelope 就是红包 ，R-E-D， 然后 E-N-V-E-L-O-P， Red envelope 是红包。也有人叫 Lucky Money 了 ，Lucky Money，L-U-C-K-Y-M-O-N-E-Y， Lucky Money 啊。来，谢谢志伟啊，志伟，谢谢你送的花，感谢。哦，这个我的行动力啊、哦，我的行动力就是很快啦。我们难得在线上啊、哦，我要做什么就是我就会去做，我不会想太久。我这个行动力很快的。然后呢，跟大家预告，我们十月复华在线上哈、哦，我们下一次呢到大陆直播哦，是跟十月复华一起去哦，他有送 UB 换好礼哦，然后呢日期都定好了。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你们知道端午节英文怎么讲 ？Dragon Boat Festival，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节，是6月14号到6月18号，5天4夜，要到蒙古啊、哦，蒙古了啊、哦，下一次是6月份啊、哦，会到蒙古做好看爸爸照。对，林燕姿说汤小老师回来台湾了 ，Yes I'm home， 谢谢你。我这个花哈、哦、是在那个鼓浪屿买的啊、哦，这个在台湾可能没看到哦。那这个我蛮喜欢的 ，I like it。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外景节目啊，常常在外面，对不对？哦，那头发都会吹得很乱的、啊、哦。然后呢，这个套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花圈哦，太阳花圈，一方面很特别 ，special。那头发就不会吹乱的了哈。好，谢谢大家进来。我把呢我这次的行程啊、跟大家回忆一下了啊、回忆一下。我是呢4月19号礼拜四啊、从台中啊、然后呢我坐这个飞机啊、到了这个Hong Kong 啊、那 Hong Kong 再转机 transfer， 我们英文的转机叫 transfer。T-R-A-N-S-F-E-R transfer 哦 transfer T-R-A-N-S-F-E-R transfer 哦再转机转到呢这一个厦门，那这次呢在厦门我住的是五星级的饭店了哦 Five Star Hotel， 我想有时候呢就住好一点的，就是厦门的月华酒店，月华酒店刚好在厦门呢国际机场呢车程大概15分钟而已哦，那么月华酒店呢服务很好 good service、哦、他们有接机了、哦、有接机服务这样子，那19号就到月华酒店，那20号呢20号就是露营了、哦、这次露营呢跟我们呢这个小伟、哦、小伟的话就是名制作人、哦、也是许不了的恩师、哦、就是林文田、哦、跟他一起录呢我们呢大陆中央电视台五四麦麦网的节目录得非常的顺利啊，我基本上都没有 NG 的，一镜到底啊。在4月20号呢我们录影呢是录外景的啊，那地点呢就是在闽南古镇，你们都有机会能到厦门哈、啊、那闽南古镇呢在祥路饭店的旁边啊，然后呢那边有一间呢朝天宫啊、哦，好特别哦，拜马祖哎。听说呢是我们呢朝天宫呢，他们呢就是
合作的啦，那个妈祖庙也叫朝天宫啊，很特别。我在朝天宫有直播嘛，啊，你们都有看到啊，这个朝天宫了。这个是4月20号，那4月21号呢？4月20号我是去小伟家露营，是4月21号了，礼拜六。哦，露营是4月21号。那4月22号我到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有直播呢。哦，厦门大学呢是呢我们内地呢东南部最棒的，它是 Top One 啊，Top One。然后厦门大学呢，我进去里面啊，去做直播哦。厦门大学，厦门 University。另外呢，也到南普陀寺，哇，南普陀寺直播哦，我很猛的。我这次啊去登山，那南普陀寺啊，在后面那个山好陡哦，那个如果坡度的话，大概应该我觉得大概有六十度有的哦，60度哦，我就登山。啊，所以这是4月22号，厦门大学跟南普陀寺。再来4月23号就礼拜一，对不对？我去晋江，啊，那晋江呢去见呢这个啊一位呢歌手啊，这位歌手呢，他们现在呢都已经呢啊在大陆，他跟我说在大陆5年了，5 years。那这位歌手是谁呢？啊，这位歌手呢是闽南语歌手，唱很多我们布袋戏啦，啊，布袋戏啊，唱布袋戏的，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位？简美雀哦，他呢唱好多布袋戏哦，算是前辈了哦。那也谢谢呢美雀哦，这个妹妹哦，这个很热情的啊，带我们呢去呢这一个古迹啊。那里呢有呢郑成功的庙啊，哦，那请我们吃饭，当然有谈一些合作的方案呢，哦，这一次谢谢啊，简美雀，这是4月23号，4月24号呢，哇，老师去哪里呢？鼓浪屿啊，哦，我到鼓浪屿了啊，哦，那鼓浪屿呢，这一次呢啊，哦，我买了这个珍珠 pearl 哦，pearl 这珍珠，这个珍珠呢，保证是真的珍珠。Pearl 啊，为什么？因为呢，它呢这个现场哦制作的哦，那个 pearl 哦，那珍珠好漂亮哦。这个平时呢，如果珍珠我也不会看，我也不要怎么看是真的假的啊，哦，是 real 还是呢 fake 或 authentic 还是 fake？我们的东西是真的叫 authentic，authentic，authentic。Authentic authentic 是真的，那 fake 是假的，fake fake 啊，fake 是假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在鼓浪屿啊，哦，真的在鼓浪屿，那个珍珠呢，都是现场制作的，所以当然呢，那个一定是真的。来，我在那边有采访哈，哦，老师呢来给你们看一段影片啊，哦，这个是 authentic pearl。就是真的是珍珠了，我来看看呢，在那边有采访啊，汤尼劝鼓浪屿，给你们看一下哈，哦，哦，珍珠是怎么来的哈？它是在那个贝壳里面，在贝壳，然后呢就看运气了哦，老师运气还蛮好的，哦，good luck，为什么？因为我那个贝壳呢，里面有十几颗珍珠啊，哦，所以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I'm so lucky 啊，哦！来看看这一段呢，汤炫老师在鼓浪屿啊，哦，这个珍珠采访老报师也不道。敢买，因为不会买，怕买到塑胶的给你们，你知道吗？可是这个现场我们都有在录影哈，哦，而且在直播啊，哦，是啊，所以这一家很棒啊，真的。只是说你们没有办法马上来鼓浪屿，下次你们来的时候一定要多买一点哦。汤炫老师借花献佛哦，我们的舞蹈感也非常的好了哦，这个非常的这个服务非常的棒哦，所以汤炫老师要热情的推荐给我们 UP 所有的观有没众。有看到啊？哦，他在现场做的珍珠项链。好漂亮，感谢你啊！
啊，那个珍珠呢，那个 pearl 是现场从那个贝壳那边取出来的啊、哦，我就全程都看到了，现场做的、哦，这叫 handmade 啊、哦，我们现场做，啊、哦，手工做叫 handmade，H-A-N-D， 那 M-A-D-E handmade 啊、哦，有看到、哦，这叫 handmade，handmade。谢谢谢谢啊、哦，我们看看这美丽的珍珠啊、哦，珠圆玉嫩啊、哦，这珠都好好圆的感觉有没有啊？是我们线上的贵宾哦，目前有266位啊、哦，这一集非常的值得看哦，哦然后再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我们这叫珠圆玉嫩哈、哦，那个珍珠就是要圆的，珠圆玉嫩。珍珠呢是真的珍珠哈、哦，这个是 authentic，authentic、哦哦鹿角哦一路油。然后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座、哦、有没有？它这个整个都是 necklace， 来会看珍珠的那个大小来配，好、哦、那个座座可能叫 brace，b 啊 b r a s e brace brace 座。哦，古老一的吉祥物是海豚。哦，还有这个一路有你，哎呀。还有这个道理啊，一路有你啊。鼓浪屿的吉祥鹿是什么？鼓浪屿吉祥是 dolphin，D-O-P-H-I-N，dolphin 哦 ，dolphin。哎，一路有你，我应该送给小鱼，我要讲说小鱼一路有你，小鱼我这个送给你好不好？这一路有你，我觉得很适合嘞。开心老师在 up 直播，哇，你每一集都看，都帮我拍照，真的万分感谢。所以要讲一路有你啊、哦，一路有你。这次我们来到就鼓浪屿了，而且我们来到这边呢都是现场哦，看的绝对是真的珍珠了哦。大家有看到哈、哦，老师再来我们感受一下哈、哦。你们这叫什么胶？珠宝胶。叫珠宝胶。他们叫珠宝胶。可以买得到这个胶吗？专门我们是从那个珠宝那个。啊，那个那个glue的话是胶 ，G L U E glue 啊 glue。GLUE GLUE、哦、那一般我们也买不到这样、嗯、哇所以一路有你就送给小鱼、哦、所以老师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哦、我又有把握说呢啊这一次呢在呢鼓浪屿买的珍珠真的是 real 是真的是珍珠 authentic 为什么因为就现场做的嘛现场剖开现场做、哦、那24号来25跟26号这两天哦，也是泰炫老师这一次呢到厦门的重头戏就到莆田哦，然后莆田呢这个参访呢这个马祖的这个老家啊、哦，我们老家叫 Hometown H-O-N-E 然后呢 T-O-W Hometown、哦、然后呢就是两天一夜了两天一夜那当然呢也到呢这个湄洲岛哦，湄洲岛，湄洲岛呢哦，看到好多的马祖啊。这一次呢到湄洲岛，这个到莆田啊、哦，老师呢也呢请了一尊啊、哦、马祖回台湾啊、哦。这马祖呢是坐船又坐飞机啊、哦。那这尊马祖呢，哈、哦，老师呢？给你们看，因为已经开光了、啊、已经开好光了。那这尊马祖对不对？这个要跟我们贵宾结缘啊。如果呢，你们相信马祖啊，跟马祖有缘啊，要把这尊马祖，就是呢，我们湄洲岛的马祖，祖庙的马祖，请到你们家供奉啊。你们用 LINE 告诉 Tony Chen 老师，
啊，我会请示马主啊，让我们把这尊马主请出来，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王宗麟、江正川，你好，王你好啊，来，大家来恭迎我们的梅州马主，来，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老师来恭请马主啊，这个妈祖哈、啊，来，马主，千里眼顺风耳，跟随马祖的身边。啊，我就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哈、啊，就是。谈到马祖的歌，老师来看看哈、哦，这个歌，我小时候也有马祖连续剧哈、哦，马祖，看看，有，好，这边有一首歌《马祖》，哦，那填画怎么样？美丽的事物都存在着它之，看这个歌是怎么唱的吧。我们来恭请梅州马主哈，梅州马主。
好，谢谢。来，大家有看到哈，康立夏老师呢，从呢这个主庙呢，恭请回来的啊，这也是个缘分啊，就是我们的天上圣母妈祖啊。来，这个天上圣母妈祖呢，这个歌曲呢，这一首也是哈，这个天上圣母妈祖。那它这本身呢有呢这个附说明书的，它是有编号的。我们这尊妈祖呢，它的编号
们呢，看谁跟我们妈祖有缘啊、哦，然后呢，要把妈祖请回家供奉的贵宾啊、哦，您呢8253TC 啊、哦，再呢跟汤炫老师联系，那我再请示我们妈祖是不是愿意呢到你府上好不好？由你来呢这个朝拜来供奉我们的妈祖。大家看到的呢，我们就这么一尊哈、哦，就一尊而已。然后呢，它是有附上呢我们祖庙的保证书的啊、哦。然后呢，老师念给大家听一下哈、哦，来，龙沙金系列产品啊、哦，这个运用国际先进技术，表面金铸千足金，我们在内地所谓的千足金就是啊99.99了啊、哦。无论是表面效果还是呢从表面材质来说，都与近几年世上流行的千足金呢这个挂件相差无几，产品龙沙效果均匀细致，如细小金沙闪烁，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相同大小的产品对比龙沙金产品的价格啊、哦，这个还低于千足金产品的加工费，产品物超所值，典雅大方哦，实为馈赠送礼的佳品啊、哦。然后呢，它有呢我们主庙啊、哦，我们主庙的这个保证卡啊、哦，就是保证卡啊。哦我们啊，葛小七，我们 Coco 欢迎啊，欢迎大家进来。然后呢，这个是缘分呐、啊。我们说佛度有缘人啊，因为汤炫老师呢，从呢我们的这个湄洲岛、啊、恭迎回来的我们的天上圣母妈祖啊，我们的妈祖，英文我们叫 Sea God，S-E-A 那 G-O-D Sea God 啊。当然，我们就这么一尊啊，这么一尊。那如果呢，你要请回家供奉的话。好，那您呢跟汤炫老师说哦，然后用 LINE8253TC 啊，然后呢老师会请示我们妈祖啊，是否呢你跟他有缘啊，然后呢这个迎回家供奉啊，我们天上圣母妈祖。这个谈到湄洲岛呢，谈到莆田，汤炫老师也跟各位贵宾说哈、啊，有生之年真的绝对值得去哦、啊，真的绝对值得去了啊，我觉得。到呢这种宗教圣地到妈祖的出生地，到妈祖升天的这个地方去朝拜啊，我们朝拜英文叫 worship，W-O-R-S-H-I-P worship 啊，我觉得内心呢会无限的感动啊 ，I'm so touched 啊，我内心真的好感动 ，I'm so touched 啊，这英文要这么讲 ，I'm so touched， 就我内心好感动啊，这个大家告诉大家，然后呢？今天早上我好早就起床，因为呢早上5:40就到机场哦，然后呢7:40的飞机，然后呢飞到 Hong Kong， 那 Hong Kong 再转机哦回台中哦，就是整个路程就是这样子，也很快哈、哦，9天8夜啊、哦，这个啊、没有在直播室跟大家服务。然后又回到我们直播室来了哈，好，把老师呢这次行程跟你们分享 share to you 啊。那明天呢？明天啊 ，tomorrow is Saturday。明天的话呢，好看爸爸照，好、啊，老师要到台南御景啊。我们定了下午4:00到6:00啊，4:00到好看爸爸照。我们到台南御景呢，要去做什么？芒果干啊 ，mango，dried mango，dried mango 和 dried，dried 是不是干的 ？dried，dried 是干的啊 ，dried 啊，然后 mango，mango，m-a-n-g-o，mango 是哪种水果？啊，观众朋友 ，mango 是哪个水果 ？m-a-n-g-o 啊，是。没关系 ，OK。这个是我们那个
张新文呐、啊，哦，张新文，他说明天呢，这个好看爸爸照他不能参加了。我说没关系 ，OK。来，明天好看爸爸照呢，啊、哦，好看爸爸照啊、哦，我们啊、要到呢这个台南御景。因为呢，御景呢是台湾芒果的故乡、哦、大家可以听听看哦。台湾芒果的故乡是御景、哦、台湾芒果的故乡。那这个我们要去呢访问呢这个、芒果大王哦。当然呢，明天好看爸爸照呢会送出芒果干哦。这个芒果干说真的，你们在外面买还挺贵的、哦，因为芒果本身本来就是不便宜啊。哦，然后呢，五份好礼呢都被订光了啊、哦！我让你们知道一下，会不会加码我也不知道，我明天到现场再问一下老板，不帮我们加码吗？啊，因为我们呢，好看爸爸照是这样的，如果是台中啊、哦，我们就呢会跟呢受访者要三份礼物送给观众；如果外县市呢，老师会要求五份送给观众啊、哦，就是 dried mango。就是芒果干哦 ，dried，dried 是干的啊、哦、，mango，dried mango， 哦，就是我们芒果干。那啊、明天的五份芒果干呢，我们的红酒杯啊、哦，红酒杯订了两份啊、哦，然后我们的 Peter 订了三份啊、哦，而且他们呢 UB 都给我了啊、哦，我已经给人家收了，你知道吗？这个。收人家的礼啊，收的话就变成欠人家的啊、哦，所以五份呢，哇，都被订走了啊、哦，都订走了。那我明天到现场呢，我就再问一下老板啊、哦，问一下受访者，能不能帮我们加码啊、哦？所以呢，我们线上的贵宾，如果你喜欢吃芒果的话哦，好看爸爸照哦，真的都是物超所值，而且只有在节目当中才有办法哦。因为节目过后就真的没办法了，就没办法，就是 no way 啊啊 no way 就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受访者呢，他们节目过后就没有办法这么优惠给大家啊，所以喜爱汤丽炫老师 up 直播好看爸爸照的观众朋友啊，明天4月28号 April 20th 啊 April 20th， 那这个礼拜六4点到6点、哦、好看爸爸照再告诉我哦。陈宁轩呐、啊，你好你好，哇，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学姐哦，我们林轩啊、称他声学姐哦，学姐，这个谢谢你哦，这个造型好可爱哦 ，really thank you， 这个在台湾买不到，这个我是在那个鼓浪屿买的，而且我买四个。我还有三个，为什么？我这四个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很 special。它总共有四种款式，我就都给它买了、哦、所以我就可以交替的用。对啊，好久不见哦 ，long time no see， 学姐，我现在在 UP 公司，我是 UP 公司签约的主播啊、哦、，UP 公司签约的主播。OK， 我这边还有三个，你看哈、哦，这三个我看不大一样，这个是 pink 跟 blue 的啊、哦，这个是 pink 跟 blue， number one， number two， 这是 white 跟 pink， 对不对？ white 跟 pink， 啊、number three， 这是 pink 跟什么？ purple， pink 跟 purple 啊、哦， number four。这是 pink 跟 white 啊 ，pink 跟 white， 对，就是 UP UP 啊、哦，我是 UP 啊、我在 UP 公司啊，我现在已经411万了，我收到411万 UB， 是我们 UP 男主播哈、哦、前十名呢、啊、，top ten 呢 啊，当然这个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我的支持啊，这个男主播要拼到400多万的 UB 也不容易啊、哦，当然呢，我要把节目好好的做好。那我今天刚从呢大陆回来啊、哦，因为我的这个 UP 直播节目不止在台湾做，我们还呢到大陆啦，到这个我已经其实我这个16个月来啊、哦，我到
英国、荷兰、法国到这个 Belgium 啊，就是比利时，然后呢到这个菲律宾啊，菲律宾啊，越南啊，这个缅甸呐、啊，柬埔寨啦啊，这个走透透了，泰国了啊，然后刚从大陆回来。哎呀，谢谢啦，林轩说恭喜你啦，没什么，没什么，这只工作啦。不过还好啦，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开补习班的嘛，哦，大家知道我开补习班 ，I'm an English teacher 啊，所以还好。年轻的时候呢，有赚到了，有 make money 了，还有存起来，啊，所以现在呢可以靠养老金养老了，嗯，啊，然后现在呢就是跟大家。做节目呢，一方面做节目啊，跟大家结缘，那也当然谢谢 UP 公司啦，啊，因为公司还蛮重视我的，给我这个工作机会啊，谢谢啊 UP 公司。好，谢谢我们的萱萱，我的学姐进来了哈，感谢。那明天呢，4月28号，对不对 ？April 28th 啊，记得啊，明天呢，我们就是好看爸爸照。要到台南预警，好看爸爸照呢，也欢迎呢这一个我们观众朋友能够呢主动推荐啊，主动推荐啊，这个优良的店家啊，汤轩老师过去采访。很多人说，哎呀，汤轩老师啊，你来采访哦，要不要收费用？费用会不会很高？啊，我都跟他们讲说是 free 的，免费的啊，你产品好，东西好，我就义务跟你推荐。哦，这是 free 的哦，你只要提供礼物给我，我送给我的观众朋友就好啊，哦，这个很简单啊，哦。我们萱萱说，哇，你至少赚了1亿，哎呀，这个钱这个东西这样子啦，够用就好了哦。对，好看爸爸照明天要到台南，对，要到预警哦，因为我们好看爸爸照就是全省走透透啦哦，全省走透透来。我们谢谢啊，我的这一个学姐啊，我们的萱萱，当然也希望呢支持汤轩老师的朋友啊，也能够支持呢我们萱萱啊，来，这个应该来为萱萱唱首歌呢，哦，好难得啊，我的学姐来看我啊，所以呢要唱个歌，代表什么？代表欢迎的意思了啊。这个代表 welcome， 来，大家唱什么歌啊？现在有点傻眼了啊，哦！要唱什么歌啊？这个萱萱啊，好啦，这个9天哦，在大陆哦，都没有唱歌，你知道吗？来，来唱这首，为我学姐唱的，然后带上杯酒，掌声鼓励鼓励。带上杯酒，摇喽摇，来。来来来，将小酒捧罐罐，我求求你，顺风就心愿。人的心虽然是在流浪，请你安好，不通操烦。来来来，我靠一杯，祝你圆满。第二杯鼓励你，通过任何的难关。第三杯等你，心中开船，再来继续饮好玩。再次谢谢我们萱萱啊，第三杯酒。
来来来，中秋酒捧罐罐，我祝你顺风秋心愿。咱的情虽然伫在流乱，今日暗下不通操烦。来来来，我头一杯，祝你圆满。第二杯鼓励你，看过任何的难关。第三杯等你，成功太帅，再来继续任何玩。来来，我头一杯，祝你圆满。第二杯，鼓励你，通过任何的难关。第三杯，等你，成功太帅，再来继续任何玩。来宾同情的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谢谢小鱼，哇，小鱼又热情的送 Tony Chan 老师玫瑰花，谢谢你，哇，谢谢哦。我们这个学姐啊，我等等也会在我的陈林轩粉丝团直播跟朋友聊聊天哦，哦好棒哦。这再次谢谢啦，我们轩轩哦，哎，时间过得好快哦。哎，轩轩，你还记得吗？我弟弟哈、哦、结婚的时候，我有请你去不？哦，前几天呢、哦，我弟弟呀、啊、又放那个录影带，那时候、啊、用录影带有录影，你知道吗？哦，看着轩轩，你知道我弟弟呀、啊、两个儿子了，哦，老大呢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你看一下时间多快。啊，陈林轩呐、啊，轩轩还没结婚呐，啊，汤小生还没娶某啦。哎呀，你看一下，时间真的很快哈、哦！哇，再次要谢谢了，谢谢轩轩哈、哦，也祝福呢我们轩轩啊、哦，这个一切美满。啊，轩轩如果 gay 啊，我跟 Tony 轩老师讲起来啊，啊，我娶某，买个轩轩讲起来。啊，万一如果说轩轩要 gay 啊，找无啊，啊 ，Tony 轩老师要娶某，找无某，啊，我咱两个到底嘛不要紧，是不是？轩轩也讲一句，无鱼黑马后，对不对？没有鱼，没有 fish， 那虾子也不错啊。无鱼黑马后，谢谢老师想到我了，让我去参加婚礼。哪里呀、啊？您能到我这个弟弟的婚礼现场哦？哎呀，那是我们的荣幸啊！谢谢。其实在这边也跟我们 UP 的贵宾啊，这个推荐一下。啊、如果你们有晚会啦、庙会、婚礼啦，哦，让诶陈林轩轩轩啊、哦，你请他很好。为什么？因为哈、哦，让啊轩轩知名度很够嘛。阿个搞主持，阿个搞唱歌，诶，伊唱歌唔是通我啦，我吼、哦、是英语老师，对不对？啊，我未晓唱歌吼、哦，你两个原谅我。但是我们轩轩是不一样啊、哦，徐志宏。哇，让轩轩在线上呢，你知影不？我们轩轩好棒哦，他能演哦。大大呢，他有一个称号叫大胆轩嘛，也主持节目，也拍戏说台湾，也常常可以看到轩轩有没有？哦，他也会唱歌，也会主持，可以说是哦，他不只是三栖哦，他是多栖哦，多栖动物哦。谢谢啦。啊、哦，有空要来我的粉丝团哦，好啊，这个轩轩帮呢这个我啊、哦，跟你的粉丝朋友呢
问个好，好不好？啊，咱两个吼，我会叫你一声学长，为什么？因为你比我早啊、哦，到呢这一个啊、绿林哥的旗下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还给你尊称姐姐、学长、学姐哦，还给你称学姐。哦，你现在正在八点档啊，好棒哦！现在八点档都拍怎么样的剧嘛？也可以讲一下啊。哦，哎、欸，我即马拢还唔捌看电视啦，我拢看 MOD， 拢还无看一般的电视，所以拢还唔知呀。因为 MOD 吼无公告啦，啊 MOD 可以配合时间，所以我唔知呀。哇，你要去马来西亚拍电影哦，哇，好棒哦，恭喜啦，哦。恭喜恭喜，英文叫 congratulations。那萱萱什么时候要请汤尼小子喝喜酒啊？有没有？我知道让萱萱追求者吼有够多，有人讲用几打几打落去算，你知影无？唔是几个啦，几个太慢了，爱讲几打几打几打吼、哦、啊！如果萱萱呢？这个谁能够抱得美人归啊？再告诉 Tony Chen 老师，真的无限的祝福啊！再次谢谢萱萱啊！这个节目呢，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 ，Tony Chen 教 English 啊。那因为呢，我今天呢刚从厦门啊，就是九天八夜，这次到厦门主要接受呢我们内地啊。这个中央电视台啊，五四麦麦网的邀约啊，这一个啊，主要呢过去大陆录影呢、啊、哈，当然也顺道呢到呢这一个晋江，还有到呢我们的这一个啊湄洲岛啊去做不同的采访。好、啊，另外一个没有啊，那个 Peter 明天就有一场好看啪啪照啊。就一场四点到六点、哦、我们预警芒果、哦、因为安排的人没有安排好、哦、所以、哦、就一场而已、哦、谢谢你在问我，感谢你来、啊、一个小时的节目很快接近尾声了、啊、你们知道吗，我们这边有没有我们 UP 签约的这个、啊、主播、啊、签两年合约的主播、哦、我们公司啊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从今天开始，27、28、29、30，还有5月1号这五天，对不对？每天如果能够做150分钟，公司要包一个红包给主播。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你们知道要包多少吗 ？How much？ 一个很吉祥的数，谁可以告诉我？啊、哦，从今天开始。所以我要拼呢、欸！哎呀，我们这个文喜你知道对？公司又会包台币888，台币啦888，解释发，所以汤俊老师要争取发。哦，所以呢，这五天呢，我都要播150分钟。像我今天呢，我今天在香港机场播了2个多小时嘛。好、哦，那晚上呢，再1个小时就够了。就可以发了哦，就这五天。好，再次谢谢啊、哦，我们资深的艺人，也是相当受大家欢迎的陈林轩，轩轩，谢谢 Coco， 谢谢文喜，啊、哦，谢谢小鱼，谢谢所有支持汤轩老师的好朋友。来，节目最后呢，汤轩老师再为你献上这首《七斤带谁干》啊、哦，谢谢你们对汤轩老师 UP 直播节目。哦、的支持，干不利呢？好、哦，那我的节目，旺旺旺，干不再次的感谢你，用这首《七斤带谁干》代表潘小师对你们的感恩，也祝福各位。嗨，可乐。用用拍起阮的软梦，亲像海鸟叫你翅膀，一声一声叫着你的名，听到阮寸寸心痛，
甘有命干水哪会干？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我黄昏也是早起，阮痴情挂意，浪漫时代世代是美丽。姐姐，你去忙，谢谢萱萱。我们欢迎陈伟宇，欢迎志伟啊、哦，再次的进来，谢谢。海盈可乐，汹涌泛起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出帮。一声一声念着你的名，听甲阮全全心听，敢有命干水哪会干？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我黄昏。也是早起，阮痴情挂意，浪漫时代，世代是美丽。汤倩老师呢，这次特别到呢，我们呢梅州祖庙啊，恭请了呢，我们呢啊。金马祖啊，99.99天主金金马祖，这尊金马祖呢，我们呢要公开征求有缘人啊，若要呢供奉金马祖的贵宾，再用LINE告诉汤倩老师，谢谢。梦中的你又讲起心爱的。光黄昏也是早起，阮痴情挂意，浪漫时代，世代是美丽。谢谢，哇！今天是周末，对不对啊、？Today is Friday 啊、，Friday night 啊、那明后天呢，汤倩老师啊、还是呢有准备很棒的节目为大家服务。那下次呢见面就是明天啊、好看爸爸照要到台南的御景啊、如果有台南的朋友要到现场呢，让汤倩老师请吃啊、芒果干。同样的用 LINE 8253TC 告诉汤倩老师啊，好，谢谢七星剑，我们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喽，大家晚安 ，Good night， 拜拜，拜拜。啊，我这个月。4月份对不对？